这边还有一区，早餐是一人一份，然后我们点两个口味，然后整个流程是自己做。我的是饭，孙立方的是面包，还有蔬菜汤，还有优格、有橙汁、鲜奶、咖啡。这是孙立方的美式、中式、白饭，不会都是沙拉。天气不好，不过是最后一天了。昨天晚上下超大。这是一楼的格局，昨天暖的是晚上，来不及拍，不过有从二楼往上拍的，空间感不错，它做得很漂亮。这间有一堆人进来准备入住，一家三口。不是一家三口，讲错，三代同堂，很硬。这边有公共区域、洗衣机、微波炉，然后投币那个自动贩卖机，然后这边有吸烟区，那这边。公共区域这样子，打包完成。还留一点余裕在里面。盖章盖出优越感。已经这么清寂了，还要盖？哦。蛮好看的，对啊。孙立方遇到困难就要叫车，又要叫计程车。遇到困难就要叫计程车，啊、那你干脆都不用在东京都不用坐地铁了，到哪边都叫计程车，不是最快？意志力退很多，不要多说，再见，我要关机了，拜拜。知啦，知啦，紧行啦！干，你妈今麦咧干嘛解说冲啥？我们要去那个对京城上野站，先寄放行李再逛，应该只剩下一个小时可以逛了。那天气不好，不好，哦，好喘哦。这样子啊，身上还有一个修灯带啊，四个，不行，到底是要买什么买那么多？上野站好新。京城线的上一站好新啊，全部都是观光客，全部。我们先寄放行李，然后剩一个半小时可以逛。阿美横丁，哦，今天天气很差，昨天晚上就开始差，幸好是最后一天。到了。不高 ，Plus， 二到三楼。好了，上去看一下，要不要买再说。看看喽，看看喽。这边是书。这一间好像也是卖。二手电玩，然后看起来，哦，也有乐器什么的。这一间还比那个 Book Off 还多。哎，对啊，歌集啊，还可以退税。
はようこそハードオフで携帯電話にスマートフォン、ゲーム機、ゲームソフト、工具など携帯電話にスマートフォン。真的想带一把回去，但是绝对过不了关。这猫你在干嘛？在捡便宜。捡便宜哦，在那边那边全部拾荒哦。那边全部都100。这边还有红白机啊。李奇也在这一家看到了。8800。来。终于找到了。这边的文具不放弃。刚才去定位的那几家都没有东西，反而在这家有看到想要买。嘿，没想到在上野买到。刚才已经试玩过了，买了。二木和果子，就是他那个狂送，花少钱狂送零食的，现在还没有开始演。这家之前来都会吃，价格有涨一点点，不过它的分量不是很大，好吗？它有一间就在这附近。我看，天地的大分量面。你在干嘛？买什么零食？要带回去台湾的啤酒。挺小，看起来又是一间游客必吃啊！大排档开得那么时髦，二手 CD 店。上野这个出口，阿美横丁这个出口的这一间，历史还在。哦，我跟阿邦记忆很深刻，因为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，笑好久。然后也有来吃过哦，竟然还开着。我们那时候来有，可是从来没有进去逛过。上野之声呐、啊，上面是这样写啊，我不敢确定。现在很慌乱，你吃完拉面就要回去了。哦，昨天停车的地方，还车的地方就在对面那个天桥底下，天桥旁边的停车场里面。离开上野前的最后一道午餐，我们就要去坐车了。我们在六里社里面，看很多，遇到一个会讲中文的店员，感谢他。我被坐中间，谢谢哥哥。点一碗拉面，点一个沾面，好大一碗哦。我们点了啤酒。压线搭到1:37。大胖。2分钟，有人是上台后怎样？门关起来，门关起来撞到，然后弹开，然后硬冲上来，真正的到了机场，上吧。胖，假期结束。好，预告一件事情，魔鬼周。魔鬼周。你的魔鬼周。可能要魔鬼月。你已经两个礼拜
没有运动。我每天都有走超过一万步。哦。他在工作，巡回警备啦。看有没有什么，应该也就是有。有监控。这地方刚被拦下来，一罐100%的两乐多。妈没叫我喝，已经这一趟已经浪费两个食物。两乐多跟那个法式吐司，你没有叫我喝，卖个给啊，煮书啊。煮书又浪费了食物。我们的登机门在70几，然后那边就只有烟酒。想说怎么会连欧米亚给商店都没有？哦，原来是在这一边。孙立方松了一口气。好了，逛逛买买要走了。松本清，没有卖的比台湾便宜。走快点啦！胖仔。回家了。回家了。魔鬼月要冲起来了，我不敢称体重，明天跑完再称好了。我这次都吃的，你上次的。这次吗？满载而归哦。满载而归哦。到了，到台北了，台北车站。阿芳姐，请坐计程车啊。不然我是捷运派的，芳姐不想要等，不想要走路。